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河马副业 Martin。 我们来拍摄一下河马独家代理本周刚刚上市的位于尔湾 Portola Spring 的一套全新的小独栋。这套房子室内是2133尺，门牌号268，非常好的门牌号。它带有一定的山景，后院做得很漂亮，后院已经做好了。隔壁一套也在卖，但后院是 dirt， 就是土。我们的卖家花了很多钱把后院做得非常精致，超大的后院带山景的一套小独栋，也是最佳的投资出租户型。一进门玄关的位置，卖家放了一个非常高端的鱼缸，热带鱼，我们看到好几只尼莫在里面快乐游泳。好，左边是上二的楼梯，这个户型其实在尔湾非常常见，最佳的出租户型，三房三卫。好，往里走，左边是一楼半个卫生间，这个卫生间是一个半卫。右手边是车库门，再往里走就是宽敞的大客厅。我们现在正在做 open house， 可以看到河马对 open house 的准备是非常极致的。我们有签到本，有印的 flyer 名片，还准备了大量的各种有糖无糖的高端饮料，可乐是含糖的，这个是不含糖的绿茶。我们用的水全部是最高端的伏击矿泉水。好，我们拍摄一下这个大客厅，宽敞的大客厅，有专门的餐厅的位置，这个红花在这边就餐厅的位置。两侧是玻璃窗，可以看到后院，白色的厨房的台面和柜子非常整洁。屋主是华人，所以他把油烟机升级为方太的油烟机。好，这些冰箱会留下来，现在都是高端的这种微波炉。这里是厨房 pantry。 这个房子是2024年七月底刚刚交房，到现在才一个多月的时间，是一个全新的房子。好，我们来欣赏下这个房子最大的亮点，就是它的宽敞的后院。这房占地是有5000尺，后院非常宽敞，屋主花了很多钱来设计和建设这个后院。先是宽的长方形地砖，然后一个休息的平台，这边是可以放户外的桌椅，这个是户外专门的木纹砖，也是非常高端的。旁边是假草，周围一圈还种了一些芭蕉树。好，在这个位置，主卧在上方，主卧朝这个方向是能看到山景的，没有遮挡。我们上楼看一下。好，这是亮点一，超大的一个后院。亮点二是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房子，刚刚交房一个多月。好，一楼是大客厅，然后有半个卫生间。我们到二楼看一下，上楼是地毯，楼上是三个房间，两个卫生间，主卧带景观。这地毯的非常干净，而且很厚。上来之后的左手边是主卧，它跟后院是一个朝向，我们一会儿来拍摄。右手边是两个次卧，走到底是公共的卫生间。两个次卧都很宽敞，一个次卧放了床，旁边还能放一个休闲沙发，这边还放了一个电脑桌，带移门的衣帽柜。卖家是一个非常懂生活的女孩子，他因为工作变动，所以要卖掉这个房子，也是很舍不得。采光非常好，是另外一个次卧。他们家庭人口比较简单，所以这个房间没有放家具。好，两个次卧，公共的卫生间，很干净，非常干净，几乎没有用过。然后洗衣房、洗衣机、烘干机。现在的洗衣房、卫生间都是这种感应式的灯，就是如果没有人的话，灯会自己熄灭，也是非常节能。这里是一个小的
衣帽间。好，最后看一下主卧，主卧层高很高，达到十尺，两侧的床头柜还有很多空间，这边放了一个专业的电脑桌，双显示器。好，站在这个窗前是可以看到邻居家的院子和远处的山景的，隔壁家的院子是没有做。好，我们稍微放大看一下。这个方向是没有遮挡。好，看一下主卫生间，地砖、浴缸和淋浴房，两个洗手池，里面是衣帽间。好，这套是由河马独家代理，位于尔湾 Potoa Spring 全新社区 Arbor 这个社区，建商是 Shuhome 的一号户型，室内是2133尺，三房2.5卫。还有三个亮点，第一个亮点是全新交房的才一个多月，第二个亮点是它的后院很大，而且精致的做好了院子，第三个亮点是它的主卧是带有山景的。这套房子现在 asking price 是220万美金。好，有兴趣约河马经纪人看房，谢谢大家。